开始学习吧。要放一点佐料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老婆，非常好吃。嗯。好，妈妈，我吃完了。不行不行，还要再吃几个。知道的，粒粒皆辛苦。为什么呀？不能浪费，不能浪费。第一，只需要1分钟才做完。好，开始吧。终于做完了。Could probably get this done tomorrow. 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好吧，我需要学习3个多小时才做完。做完了，现在我就要弹钢琴了。好，好，我终于有时间打游戏了。啊？糟糕！Maybe I'll watch this. 12点了。